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昨天是不是给副主编打电话了？啊，打了。不是，他接电话了吗？接了，而且你们还对话了。我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有听到的，也有没听到的。你问哪个？你是正常人吗？肯定问你听到的，没听到的，我问你，你也回答不了啊。你想想啊。想不起来了。等我一下，快想啊你！啊，今天公司的咖啡太难喝，我去给你买了。我还没吃早饭呢。我都给你买回来。慧珍，给我带两个汉堡。好嘞。这些都是我买的早餐。有三明治，有酸奶，有咖啡，还有面包，还有一些零食。你要是去，那个谁啊？咖啡。所以你到底想起我跟副主编？昨天送你回去太累了。累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哎，重点。等着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办公室怎么这么多虫子？没开空调吗？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个是吧？按照礼貌来讲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嫌轻吗？我就被你挑的呀。好，乔，轻点。按照礼貌来讲，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道歉？你昨天吐了我一身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吐你一身，我应该吐我自己一身。所以我到底跟副主编说了什么？李慧珍啊，李慧珍，没想到你跟副主编竟然有这么深。完了，我就记得我说过点什么。完了，我就知道说了点什么。完了，真的完了，怎么办呀？傻了，别担心，你什么都没说。樊浩宇，我是实习部的后勤人李慧珍，我就是李慧珍本人，听懂没有？我真的除了李慧珍之外什么都没说。在你想说的时候，我已经把电话给拿走了。但是你把他冒得好惨。就应该骂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就知道我肯定什么都没说。哎呦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？你敢说你不想骂他吗？哎，我还不懂你。哎呦，我的早餐。哎，你这是给我买的啊？你吃吗？花了不少钱呢，开玩笑，谁给你一个人买那么多啊？啊，够我的好。干嘛？这是我的。
干嘛跟你一个人吃？你真开玩笑了。正跟你说事儿，嗯，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人，嗯，我的高中女同学，嗯，那个时候她亭亭玉立，出类拔萃，每一天给我带中饭，每一天，一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，那往那个小树林里说就说别吃啊，你听我说。林浩哥，这都是给你买的早餐，还热着呢。喂喂，这是我的。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，谁说是你？慧珍，这是我花钱买的。好孩子，慧珍，好孩子。哎，林浩哥，现在网上流传的视频，肯定都是摆拍的。你觉得呢？嗯，来不及。谁没事事情发生了还在那拍？就比如说李慧珍，她昨天和。林浩哥，我跟你说，他昨天跟我讲了他家里的故事。这小孩真的太可怜了，他以前真的穷的好像啊，真的好像饿怕了。现在是见什么都吃，你看就像现在这样，人穷嘴短。对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不好。吃点，多吃点。哎，玉兰，来，要不要喝点奶？喝点咖啡。你刚才说慧珍怎么了？林浩哥，我看你好像也有点饿了。嗯，多吃点甜的。嗯嗯。林浩哥，你真的别客气，这都是我给你买的。林浩哥，你真的别客气，你客气我就跟你生气。林浩哥，你别这样，你真的别这样。你现在，你赶紧喝点咖啡。两个人的感情有那么好吗？